本节目由皇家品质、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。林哥，哎，小彤跟那个苹果不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苹果生病了，吐了。吐了？对 ，Jackson 跟噗噗来了。他们都来了是吧？对，来了。看你看到你照顾一下他们。嗯。黄金小馒头，开饭啦！去吃饭。来，往那个餐桌上放，拿稳了。大兴哥做饭好吃吗？这怎么用啊？36.2，第二36.9，第三37.5，这个不准。这不能开吗？哥哥，我带了一点东西过来吃。你这么好，你做的是吗？你这么好。那个噗噗，那 Apple 怎么了呀？早上？啊，他刚吐了，他吐了。那这样吧，噗噗，一会儿你给那个 Apple 弟弟和小彤哥哥送点吃的过去，好不好？回来再吃啊，回来给你倒水喝。你先放那吧，哥哥帮你弄。你吃饱了吗，噗噗？没吃呢，我说你带路啊，吃一口就过来了。这么够意思啊？嗯。你这么好啊？那小彤，你在这吃啊。我在吃啊，等他醒了，他要说饿了。我给他弄点馄饨吧。你这呢？那你先吃，完了你就把他带过来吧。你俩自己在这儿干嘛？行，好吧。他就让他先眯一会儿。好吧。行，嗯。费心了啊，那俩，他俩还听话吧？那吃着呢，我做那个馒头，他们特别爱吃。巨好吃的馄饨，要不要？你快起！快起了。啊，你起来。好了。吃了啊，我吃了啊。你喝口汤，你看汤怎么样？哇，好喝吗？好喝。好喝。走，我们去那边吧，好不好？找小伙伴们，你可能见着他们能开心点。走。再见。找天宇哥出门给我逛逛。武林外遇变身。Hello。你阳光吗？发烧几度啊？他发烧好多度。宝贝儿，坐。你坐沙发上可以睡一会儿。没有翅膀。哦。
小童哥哥，小童哥哥，哎，又见了。你怎么每天跟钱这么有缘呢？你一天，哎呀，也行哈，可以呀、啊。哎，今晚点外卖吧，中午也点呗。我们这第二天冰箱里面酸奶、牛奶就没了，因为钱对孩子来说这生活费挺重要的，然后最后来回找一找，结果就真找了20000块钱。快递，看谁来了？您的快递。快递？什么哥哥？小桶哥哥，你有没有文化？我叫桶啊，什么快递员？快搬，你搬。走，我们搬。我还挺沉，是我的快递吗？这么多，啊？这啥呀？